主儿，你要蹲下去一点，然后手不要撑着膝盖。起来！终于有人推着椅子了，我太难了。为什么这么凌乱呢？是不是凌乱？你不懂什么叫空气刘海。空气刘海？那他那个叫什么？没有空气的。他那个就是窒息刘海。窒息刘海。要被叫小心肝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心里没点数吗？我最后一位老人的照片。这是多大的时候？这是二十多吧。买家秀，买家秀。今天的剧本多厚，你看他自己都捋不明白了，开始自己非得写那么厚，自己又整不明白，说也说不明白，背也背不下了。我呢？你站干嘛？我这对你主要是你条件太差了，比我更难找。